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四川的一个主播，来自中国南，名叫网吧羊。今天给大家说一句2017年经典语录，不是我的原创，只是我深深体会到这一段词儿的含义。兄弟们，评论可以打来一下13677啊，喜欢羊的可以关注一下。自从认识雪怕太阳，草怕霜，人怕没钱，情怕伤。如果你在朋友圈展现的实在了，骗你的人就多了。如果你有钱了，你有实力了，找你的人就多了。你没有用了，你拉了，没钱了，远离你的人就多了，包括你朋友。这就是现实，千万不要去试探人心，他会让你失望的。有些事知道了就好，不必多说，拆穿了朋友都没得做。有些人认识了就好，不必深交，谁好谁坏你自己知道就好。尖三分，傻三分，留下四分给时间。世间有两样东西不要直视，一是太阳，二是人心。前者伤眼，后者伤心，三穷三富过到老，十年兴衰谁知晓。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，惜我者惜之，嫌我者弃之。也许你很牛逼，但我从来没有看得过起你。也许你什么都不是，但我从来没有嫌弃过你。作为朋友，你若为我付出，我绝对不会把你辜负。作为爱人，你若敢在我身上赌，我会拼命不让你输。这就是以心换心，以真我更真，以假我假真。人傻不是毛病，不虚就行。人精不是问题，不怀秋毫。善于利用人不是毛病，别卸磨杀驴就行。30年活动，30年和谐，谁没有出过问题的时候？懂得付出就好，吃得了亏才打得了堆。每一次都让你朋友吃亏，这个朋友会失去你的。别人怎么看我无所谓，自己问心无愧就行。谁人背后不说人，背后有谁不被人说？没有不被评论的人，也没有不被议论的事。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跟你距离远了，联系少了，那肯定是你太聪明了，我太傻了，我们不适合在一起玩耍。老实并不代表傻，长期吃亏他自己也能体会到。短暂的交往看脸蛋，长期的交往看脾气，一看身心的人品，甚至不分看私心。时间见证了人心，金钱见证了人性，交往的见证了真情。天空没有停不下的阴雨，只有放不下的回忆。伤一个心只需要一秒钟，暖一个心需要你一辈子的付出。人生没有过不去的经历，只有走不出的自己。如果你在最伤感的时候，你在最低落的时候，有身边的朋友都出来了，那你这一辈子知足吧。不摔一跤，不知道谁会扶你；你不缺钱用，不知道谁会借钱给你；不必一场，不知道谁最疼你；不经一事，不知道谁要骗你。下雨了才知道谁会送伞给你，遇事了才知道谁对你才是最动心的。什么叫虚情假意，什么叫真凶到底？你们关系有多好，提前试试。珍惜该珍惜的人，感恩帮助过我的人。人与人之间是手心我手心，捂不热就分离。人心换人心，换不来就死心。真心对真心，一辈子都要认。